挑战能吃饭吃面，还能喝到汤，甚至喝到饮料，有满满的饱足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满日常，我是阿满。在这什么都涨，就薪水不涨的时代，大家应该都想为荷包省省吧？今天我们要干嘛呢？那就是挑战100元吃三餐。在这个时代，100元吃三餐基本上是已经不太可能的事情了，搞不好一餐就得花100元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挑战100元吃三餐。那我们挑战能吃饭吃面，还能喝到汤，甚至喝到饮料，然后有满满的饱足感。那今天不开火，我们直接买外食。作战计划就是寻找附近的隐藏版的古早味美食。今天就朝这个目标前进吧。首先，早餐我们要吃的是我家附近的一间早餐店。早餐我们以面来当主食。OK，Let's go。老板，早安！我要一个大面，然后我的肉燥要多一点。包起来，对，包起来。好，给你50，谢谢，好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100块吃三餐了、啊？对啊，厉害呀、啊！哦，32，32，拜拜。好的，各位，我回来了。那我刚才去买了一个大面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大面的分量。买午餐啦、啊、，Go！ 哇，25的肉燥饭加5块的油豆腐，30，谢谢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我现在回来了。刚才午餐去买了我们家附近的一间，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古早味美食。今天因为预算稍微的少一点，所以今天就没有吃那么好。那我午餐因为早餐吃的面，就是现在还没有说很饿，就买了卤肉饭。然后它卤肉饭不是普通的卤肉饭哦，它是有加菜还有加油豆腐的。那你们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卤肉饭。如果以早上的分量加上午餐这个分量，绝对午餐也不会饿到。这样的分量加上青菜还有油豆腐，总共30块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有40块可以花，我们留着晚餐吃。那再有请我们的红茶哥，红茶哥出现。好的，那我就事不宜迟，马上开吃。
那好的，各位，那我卤肉饭加青菜还有油豆腐我已经吃完了，那还有早上剩下来的半杯红茶。早餐花了30块，午餐花了30块，那我们总共剩下40块，那我们留着晚餐吃吧。 OK， 那我们等待晚餐的到来。2000 years later。 好的，各位，那现在是傍晚的时间，接近快6点了，那我们出发买晚餐咯。 Go。 这个萝卜啊，它已经熬得非常的软，吃下去非常的好吃，它汤头是很甜的那种，我每次去一定都会点一个菜头汤，这个汤真的非常的甜。喝完了，好的，各位，那我晚餐吃完了。那我早上吃的是一个大面加上一杯红茶，总共是30元，然后午餐吃的一碗的卤肉饭加上油豆腐，总共30元，晚餐吃了一份的香炒面加上一碗的菜头汤，总共40元，所以这三餐总共是100元。那今天的100元吃古早味美食三餐任务达成，最主要是能吃到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比如说吃到面，然后吃到饭，然后吃到炒面、青菜，还有小菜，然后还能喝到红茶跟汤，就是可以让我饱足感满满。那以上是我挑战100元吃三餐的过程。那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不用订阅，不用分享，大家开心就好。我是阿满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